不但行为荒唐，让人厌烦，还坏得要命。但我不觉得你是个怪物，明明就不是约会，但是怎么这么像在约会？你先从车之安开始动手比较好，因为我想亲自处理李行。你是李云，你哥哥跟我说过你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在这世界上最喜欢谁？哥哥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场游戏，请你记得我。你来这里找什么？你找到李俊英的线索了吗？看过最近的尸体，是不是这个人？我只知道他的声音，是阿明。我该怎么做？记得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。